是比较深情款款这样子，悲愤的时候写的歌就真的比较悲愤。就像我唱这条花，是我刚回到金门的时候，每天照顾我妈妈，晚上十点睡觉以后，我走到天井去，坐在那边抽烟看星星，想到台北的生活，看到天井的月光那样子，刚开始觉得很悲愤，后来慢慢，当然后来慢慢释怀。可是我当我回到台北来的时候，我还试着回想那时候的情绪，把它写成了这条歌给这情境的尾根。谢谢。Thank you.
谢谢。